大家好，我是一球。商店里最好的是 125K 啊，整点也出过限量促销。先来看画面中的西甲赛季最佳保证升级 SBC， 需要现金一套87，还需要包含一张赛季蓝，不能重复的。祝大家好运吧！还有一个是西甲的84家球员挑选三选一，这个估计应该是昨天出，但是不知道遇到什么 bug 了。昨天其实就出了一个 SBC 和一个阿斯帕斯的球员 SBC。说回这个球员挑选吧，需要现金一套83，包含一张黑卡或者赛季蓝。48小时之后啊，还可以再做一次。还有一个大对决，利物浦的法比亚诺和皇马的罗德里格。这个比赛就是周末欧冠的决赛嘛。从赔率上看，还是利物浦获胜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两张卡的数值都是92，罗德里格40万左右吧。五花四逆174的身高，主一脚右脚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偏瘦。还有一个弗莱尔的特技，这个数据上看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边锋啊。射门力量小一点，除此之外感觉都挺不错的，耐力达到98，控球速度也都非常好。法比亚诺呢，这张卡稍微贵一点，要小50万，他是双四星，188的身高，主角右脚，中高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。他虽然是贵啊，但数据上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后腰，而且他的模型也好。第36周的周黑了，领衔的就是孙兴民和迪玛利亚，除此之外啊，基本上都是材料。替补席里还有一张银卡的周黑。再有 EA 弹窗说明了，因为好多联赛要结束了，所以周黑36期是最后一期了。接下来第6个赛季的比赛奖励会从第33周和第36周之间发送，还有就是从第7个赛季之后啊， Rival 的奖励的池子也会从周黑换到周黑和赛季蓝。今天还有一个银卡之星葡超的一个前腰，要求和奖励和以往也都是一样的。挑战 SBC 第4个，一套垃圾金卡阵就可以了，奖励的是一个征召代币包，还更新了第5个75的总评，95的化学，奖励是一个不可交易的 55K， 还是不错的。还更新了欧洲协会杯的决赛之路的一个类似于大比拼的一组 SBC， 奖励都是可交易的，群组奖励是一个 35K。 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